15年了，我从来没要求我什么，什么都是我自己来，我特别独立，我也从来没在一个人面前哭那么久，没有人见过我哭，因为我不会把脆弱的面展在你面前，因为有了你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儿，只要你回来，回来我什么的事儿都好商量。我知道错，以后不管什么事儿，我们都商量着来。我绝对不独断专行了，因为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过。阿娘，说实话，我是非常非常爱你的。你刚才说的也很明白，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让你知道，以后我们是一个家庭，一个家庭就要有家庭的责任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，是一个家庭说了算。我知道，我懂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子。我只希望有什么事我们一起商量，工作上的事情我们暂时不说，家庭上我们都要父孝敬父母的双方，那为这个家。那现在喜帖都发出去了，时间也定了，怎么办？我如果不举行婚礼的话，我的脸往哪搁？你别说你的脸，你就是说了这样，我的脸也没法搁。我的朋友会怎么看我？就你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，是吧？我这么理解，媳妇儿。要吗？要。要。因为她是我这一生当中遇到最好的一个女孩。孩子要吗？肯定的，说那是我的孩子吗？下决心了，不再犹豫了。不犹豫。不会明天想起来又跑去钓鱼去了吧？要钓鱼的话，就我们一家人去。听到了，妈妈。好。好啊。嗯，高兴啊。高兴。那就，你也别把儿子拔这么紧了。来，送过去吧。啊，送过去吧。对呀、啊，你看，来，对吗？来，陆老师，咱让一下位置，咱我坐。你还有话要说。很久了啊，对。哎呦，好，也是很力气上的。